这边哦，流冰产生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这是北海道在这里哦。那北海道以北华泰地区，这是库页岛哈、哦，这边这个地方就是刚好有一个黑龙江。黑龙江是淡水，那淡水的水的比例啊，跟海水的密度是不一样，海水密度比较高，所以淡水哈、哦，通常会在海水的上面。那当然，你说那会融在一起吗？啊，理论上是会，但是因为太冷，还来不及融，就它在海面上就结冰了。那结冰之后，它变成浮在海上，算是在躺在海上的冰块。啊，冰块哪里来？淡水的黑龙江过来，就是从这边过来。你看到、哦、这个寒风啊，西伯利亚气流有没有？哇！